对，这个很开心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正式发行了，我想今天真的非常兴奋，因为这本写真书啊 ，Star 在今天正式上市了。啊，对，刚这个粉丝有讲到一句话，就是，这是一个 Star， 但接下来还有很多不同的新的开始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过为什么会选在这个时候出这本写真书嘞？因为其实今年刚好是明道出道第十年。是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吧。是这么重要的时间点。对，因为十年好像你说长不长，但说短其实也不短，那也是一忽然哇，这已经出道十年了，然后就想说能够拍一个东西，然后留下整个。给大家一个新的感觉，那当然是还有更重要的是粉丝，因为其实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单单属于我个人的出版品，是不管是CD 我们有183，但是合集嘛，都没有个人，对，除了写真集也都是个183一集，其实没有我一个人的，然后是这个东西，其实我想他们应该会非常期待，也会非常开心，所以有一半是为他们做的。这次怎么会想出写真书啊？其实坦白说，应该是说，我其实在这本写真书里面包含这张照片呢、啊，是这张好帅、哦，而且超有感觉的。对，其实我想的东西是，我严格来说我不喜欢单单拍我一个人，比如说、你比较喜欢有情境、有故事的，比如在棚内或在什么，然后忧郁什么看远方，这个我其实真的比较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是拍照起来非常帅气的人。对。但我会喜欢这次拍写真的原因呢，是因为，我们去到那个现场了以后，在意大利的时候，我们的摄影师就说，你不用刻意的管我们在干嘛，是你走你就自然呈现你想要做的。然后我跟他沟通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事前，我们又沟通了一些拍照的东西，就是说，我们希望那个照片能够，就算里面那一个人不是我，这张照片留着也会很有意义。不要这样说，因为其实这整本写真书刚我都看了，我觉得这整本里面呈现最明道的明道。因为平常拍写真书的话，通常就是你一定会去海边嘛，然后他们应该会挑某一个城市有海边的，就会一次搞定这样子，或者是两个地方。但是这次你们跑了好多地方哦。我们对，几乎把意大利绕完。而且听说就是连西西里岛你们都去了，对对对，就连很多意大利人都没去过。我们这个书里面有一个蛮重要的，就是老电影，就有一个区块。是。那老电影我自己很喜欢，那男生一定要教父，这是经典。那我们就到了西西里岛的他们当初拍教父的场景里面去拍照。我觉得那个这个部分，我觉得讲起来这本书，我觉得这是很骄傲、很骄傲的。很骄傲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很喜欢，然后你又到那里，然后。你企图模拟你自己的，我不知道刚刚花絮里面有没有企图模拟你自己，假装你自己是那个人，白兰度那个样子，对，我觉得那感觉非常好，而且就真正的跑到那个教堂，不是随便找一个教堂混过去这样，我觉得那感觉很好。而且除了教父，还有呈现别的电影，像罗马假期，对，对不对？其实罗马假期，我相信就是现场，我看各位的年纪应该都看过，反正他那个东西就只有一句话，现在也不对，就是。我穿着西装梳着油头，然后在罗马的街上骑着老韦士牌，这就是整个对罗马假期就是一个标准的画面。对，你们觉得？就我觉得这次整个所有的东西的呈现都非常完美。是，而且还没有去过意大利，可能光看这本书就已经很过瘾了。这个是我们的照片里面，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说你看了以后，我不需要你觉得明道好帅哦，不是，而是我希望你觉得这整个地方我好想去。对，就是让大家这种冲动，对，我好想在里面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才选择意大利吗？应该说每一次，其实，在意大利之前，我们想了好多个地方，比如说有摩洛哥，比较中非，是，然后也有想过就是非洲，比较原野一点，跟很多野生动物一起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过一个那个画面很酷，就是。周遭都是大象啊、狮子、老虎、斑马呀、啊，然后我一个人可能站在中间，都跟他们一起站着拍照。我觉得那个照片是我，也许是下一本写真书的封面，也许就是这样。那因为这次选择意大利是刚好，
这一阵子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感觉，我一直觉得就是影像它能够传达给观众的，不是只有表面上看到的好看，而是在你心中，在创作者的心中，你想要呈现的那个愿景。那刚好这一阵子，我跟我的团队们，我们刚好达成共识的是意大利这一种感觉。对，所以我们这次到意大利，倒不是特别推荐意大利。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意大利，大家看了这整本写真书就会知道，就真的整个就很适合被放在意大利。他们老是说我在里面好像是意大利，就是好像生活在那边录，很像在拍照，对，拍照不小心拍到我。对对 对, 对，就很融入整个那个感觉，所以这本写真书真的非常成功。预祝明道首本个人写真书 START 大卖啦！那当然，今天呢，我们除了呢这个预购突破了60,000张哦，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呢，我们的这个销售成绩一直往上飙升，也希望所有支持明道的朋友继续支持他。